西藏这片广袤美丽的土地坐落在世界的屋脊之上。其文明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西藏以及周边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加起来的总面积大约和西欧的总面积相当。佛教在八世纪时传入西藏，并逐渐成为西藏文化的核心力量，而其精髓是对众生的慈悲与尊重。但是自从2009年以来，一些藏人选择往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常常还吞下几口汽油，然后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以自焚表示抗议。是什么导致藏人用这种最可怕和最痛苦的方法赴死，以此表示抗议呢？藏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要以最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要以献出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表示，在中国治下的藏民族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藏人的大规模抗议起义，甚至与中国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这在过去60多年里多有发生。1950年10月7日，解放军攻打西藏的昌都镇，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兵力弱小且装备简陋的藏军，从而开始了中国对西藏的占领。8个月后，北京和西藏政府签署了17点协议，将西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该协定保证西藏仍然控制其文化、经济和自身的政治事务，这是北京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签署的唯一的这样的协议。4天之后的5月27日，北京宣布西藏和平解放。不到4年，中国就开始摧毁今日之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藏区的社会和宗教体系，没收财产，没收私人财产，包括枪支，缩脚民间的枪支，批斗头人、喇嘛等等，因此就造成了激发了藏人的强烈的反抗。那么，当然拥有强大的那个军事力量，以及最先进武器的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的这些，解放军就动用了军事能力来对这个藏人进行极其惨烈的这种军事镇压，甚至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图四远程重型轰炸机来轰炸这个巴塘、理塘和香城的那种著名的寺院。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战争呢就进一步的扩大，最后演化成了一场战争。光是在青海，在1958年，仅仅青海地区，解放军动用了400多架、近500架架次的飞机，对这个，一方面是给军事这个空投武器、弹药军事物资，同时也动用了飞机对这个藏人这个。逃亡的藏人进行轰炸和扫射等等，导致了极大的伤亡。战斗一直持续着，在中国军队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下，23岁的达赖喇嘛在1959年3月17日流亡印度。随后的几十年里，藏人继续抵抗中国的统治。最近的大规模抗议发生在2008年。当时藏人再次要求更大的宗教和文化自由，结束一些人所说的对藏人生活的集权式统治，这种近似文革时期才有的在中国其他地区早已消失的治理方式，在藏区却依然存在。实际上这几年来，就是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藏人的抗议一直都没有停止，而且就是刚开始2008年是一种群体的抗议，引起包括世界的关注啊等等。那2008年的这个抗议是遍及了全藏地的，那当局的
中国政府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就是厉害的，他都是以一种镇压的方式，而且派大量的军警啊进行镇压。从那儿之后，从零八年之后到现在，整个藏区尤其像拉萨这些地方，那完全几乎就是一个军管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群体抗议势必就是已经就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他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几乎就是当时他就可以把你给那个镇压下去。极少数人破坏西藏安定和谐。中国官方媒体对2008年拉萨抗议活动的报道，对于改变汉藏关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处理其他大规模街头抗议不同的是，拉萨抗议刚一爆发，中央电视台便指责抗议是所谓达赖喇嘛集团策划的。虽然在拉萨以外的整个藏区发生了150多起和平抗议活动，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这和他平时处理这些事件的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平时如果境内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类似的群体事件，他都是封锁新闻。可是这个新闻，它是确实向整个国全国的国民反复的滚动播放，它起到的效果就是极大的煽动了两个族群、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所以314事件我认为是个分水岭。从314之后，原本在两个民族之间就属于民族的矛盾变成了种族的矛盾。这个种族矛盾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了，就是你只要是我们血管里流的血不一样，一个藏族一个汉族，这就是对立的。那么在314之后，这种情绪就遍及整个中国，所有的那些藏人精英在什么出差啊、什么旅行啊、机场啊、住宿啊，全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盘查和刁难，极大的就伤害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The events of 2008 were a major. 2008年的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中国政府失去了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占藏族人口半数以上的藏人的支持。在2008年抗议活动发生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王立雄和刘晓波，呼吁政府结束带有种族色彩的宣传和残暴镇压，并要求中国重新评估其在西藏的政策。其他人如北京非政府组织工盟的许志勇发表了关于导致藏人不满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的研究，希望以此帮助政府调整治藏政策，缓解紧张的民族关系。中国政府无视所有这些呼吁，反而针对这些个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惩罚。尽量别穿戴表，别走完了。等一下，收一下。过去，建明老师，走了走。不用住下了。2008年抗议活动后的镇压活动规模巨大，大批的人被拘押，对整个村庄进行突击搜查，同时加强了管制和再教育运动。许多寺院受到24小时摄像机的监视，僧众和高级僧侣遭到公开羞辱，被强迫批判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种做法终于导致一名名叫扎白的年轻僧人自焚。扎白是四川省阿坝州格尔登寺的僧人。2009年2月27日，他独自走到阿坝的集市，点火自焚。但是藏人的他的那个压迫和痛苦，他都在，而且还更加的厉害，这个程度越来越深，所以他势必是要那个表达他的抗议的。但是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比如像甘孜县，就是四川省藏区康区的传统康区甘孜县，从2009年到2010年到去年为止，几乎就是那这几年年年都有藏人就是上街去喊个口号呀、撒个传单啊，这些藏人甚至就会走到军警面前去撒个传单。那就是每天几乎就是有2个月的时间，就是从
去年也是，前年也是，两个月的时间天天都有。但是这些藏人 一去就被抓，一喊个口号就被抓，抓了以后有的判刑，有的被打死，有的就失踪了，没人关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藏人的这种个体抗议，他也从一种就是仅仅是撒个传单喊个口号变成了自焚。在扎白自焚的阿坝，2008年中国安全部队在镇压抗议示威时射杀了至少10名和平抗议者，并且派人进入当地的寺庙进行直接控制。 Tapay's immolation was the first 扎白的自焚是第一个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对2008年抗议活动的反应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镇压方式催生了一场全新的运动。中国当局发现，对付这场运动比对付2008年的抗议活动更为困难。目击者说，中国安全部队在扎白的身体仍在燃烧的时候，向他开了数枪，然后将其带走。扎白所在的寺院被关闭，僧侣们被带走，整个地区被重兵把守。尽管中国外交部否认扎白抗议事件具有广泛的影响，这起在西藏发生的第一次自焚深深地触动了藏人，并开启了藏人表达不满的新范例。扎白的自焚或许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次自焚象征着藏人的抗争进入了一个超越了抗议或者请愿的阶段，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关键阶段的来临。其次，扎白没有见过中国人进入西藏，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年轻的藏人会自焚，这显示新的一代正在参与抗争。第三，扎白的自焚并不只是与2008年的大规模抗议相关，其根源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自从1959年占领西藏到现在，中国一直试图系统地摧毁西藏的文化、宗教以及政治，而所有这一切积累起来，才导致藏人的自焚。在扎白自焚2年之后，阿坝又发生一起自焚事件。自焚者是扎白所在的同一寺庙的20岁僧人平措。目击者说，他高喊达赖喇嘛万岁。当火被扑灭后，据称安全部队的军人殴打了这名僧人，直到他被其他僧人救走。不久，平措因伤重不治而死亡。平措自焚后，该地区加强了戒备和控制，阿坝和其他藏区处于严格的戒备封锁状态，藏人的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截至2011年底，又有11名藏人自焚。自焚事件使西藏的僧侣界成为重点防备和打击对象。Various governments i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s, for example, over 从2009到2011年。可以说，每个藏族自治州政府都对藏传佛教寺院的事务实施了具体管理措施，对寺院中僧尼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实行了极为细密的管制。当局对四川的噶尔登寺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整治措施，从1959年就流亡印度的该寺的住持被指责为自焚的背后策划者，并被指控为达赖喇嘛政府的保安部长。进去抵挡了，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对，就是解释谁的抵挡呢？中国政府指责自焚是由达赖喇嘛和我策划的，他们还把我说成是保安部长。我从来没有担任过保安部长，所有的藏人都知道。我担任过宗教事务部长，他们指责我是所发生的这一切的幕后的主使，但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你是用过呀的，这里几个多了，你得你几个解释，你几个啥你先用要嘛是，嗯，这到你车位来了，这完你几个过来先用没了，几个精神要嘛是。自2008年起，西藏地区处于一种实际的戒严状态，并且对作家和艺术家以任何形式表达西藏认同进行打压。由于外国记者被禁止进入这个地区，外界对这种镇压所知甚少。据曾经秘密进入四川藏区的外国记者描述，那里像是处于军管状态，弥漫着恐惧和紧张的气氛。随着越来越多自焚事件的发生，他们的共同发出的呼声也变得更为明确。我们听到自焚者呼吁西藏获得自由，这其中可能包括许多种意涵。我们听到他们呼吁让达赖喇嘛回归故乡，这是他们想要但又知道是无法得到的，所以我确信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挫折感。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自焚者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中国政府从未公开承认藏人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纽带，也不承认达赖喇嘛300多年来作为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所起到的多重作用。这在1959年的时候得到过验证，当时拉萨市民和数千名为躲避战火和迫害而从其他藏区逃到拉萨的人围在达赖喇嘛居住的宫殿周围，保护他不受中国军队的侵害。Dalai Lama is much more than a very important religious. 达赖喇嘛远不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导师。我相信，对于藏人来说，达赖喇嘛是悠久、伟大和具有宏大文明的藏文化的象征。藏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他是藏人的历史财富和当代认同合为一体的化身。1959年3月，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开始流亡后，藏人仍在誓死保卫拉萨和布达拉宫。拉萨战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炮战，这场战役延续了大概不到48小时，藏人死伤俘降的人数是差不多是5000左右，然后在拉萨被炮轰的地点多达17处。药王山上的这个藏医学院有几百年传统的，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藏医学院被夷为平地。一位名叫吉右权的解放军中校写道，有93000藏人被杀、被俘或者受伤，而中国军队死亡了1500名官兵，还有将近2000人受伤。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国政府任命西藏位居第二的班禅喇嘛作为藏人领袖。班禅喇嘛花了2年时间对汉人控制西藏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并写下一部详实的报告。这部被称为《班禅70000言书》的报告，是对汉人统治西藏的严厉控诉。毛泽东将这份报告称之为射向中共的毒箭。班禅喇嘛被打成人民公敌，在接下来的14年里遭到囚禁和软禁。我认为这是在中国的体制中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胆，可能也是最长并且最有说服力的批评。我们现在知道，他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大约95%的寺院已经被关闭，大多数的僧侣被赶走。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3-4年，它显示出中国的政策体系已经转向，几经盲目的打击他怀疑持有不同政见或者不忠诚的藏人，在没有证据加以指控的情况下，逮捕了数万藏人。外言书还透露，有大量被捕的藏人死在劳改营里。有些针对藏人社会的暴行和攻击是班禅喇嘛无法收录到他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的。The Panchen Lama in his 70,000 character petition that he presented to Mao Zedong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were being
not only tremendously oppressed inside Tibet. 班禅喇嘛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七万言书当中明确地指出，西藏境内的藏人不仅受到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巨大压迫，还有很多藏人被杀害。实际上，数以千计的藏人被屠杀，数千座西藏寺院被捣毁。而他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期间提交西藏自治区常务委员会的一份材料当中说得更为具体。他在材料当中具体地说，在整个安多地区，尤其是在果洛，藏人在草原上被围捕，被机关枪打死。当地人埋葬死者的尸体之后，又被迫在他们的坟墓上跳舞，而他们接着也被汉人打死，用机关枪打死。当班禅喇嘛发表声明的时候，和他在一起的西藏自治区其他藏人领袖不仅表示同意，甚至也讲述了发生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屠杀的事例。中国军队在1959年后，为了巩固对西藏的控制，实施了更为严厉的措施，致使西藏社会和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在藏区是以激烈和暴力的形式发生的，更多的人因此丧生，西藏文化受到更大的打击，西藏的宗教机构和民间社会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了西藏，他公开表示，过去30年中国治藏完全是失败的。胡耀邦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其中包括共产党应允许该地区全面自治，说藏人应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胡耀邦的指示给藏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得以松动。这些改变受到藏人的热烈拥护，也带来了一段从未有过的社会稳定时期。但是胡耀邦的西藏政策到了1980年代末期又出现倒退。当中国其他地区清除那些在文革时期升官掌权的官员的时候，这类人在西藏却可以继续当权。强硬路线的回潮导致1987年发生另一次抗议浪潮。我目睹了1987年10月的示威，我认为对于藏人还有我本人，那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刻。人们对自己能够走上街头表达对自由或独立的愿望而显得极为兴奋，而令人震撼的是，藏人并没有攻击汉人平民，他们只是对中国政府和警察表达愤怒。很显然，我认为那次示威对藏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确实让西藏所有的人，尤其是住在城镇的人，还有受过教育的人，让他们都意识到自己过着双面生活。在公开的生活中，大多数藏人要表示拥护中国政府，而他们的内在生活却有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当局以实施戒严作为回应，士兵袭击了建于公元7世纪的拉萨圣地大昭寺，僧侣在寺内遭到殴打并被带走，一些人被打得无法行走。这次镇压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到1980年代末，世界各地出现呼吁西藏自由的声音。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说，达赖喇嘛在争取西藏解放的斗争中一贯反对暴力，他倡导在容忍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保存藏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一奖项表达了全世界对西藏人民正义斗争的表彰和支持。After 87, the Chinese leaders lost. 班禅喇嘛生前鼓励中国领导人抓住历史机遇，和藏人展开真正的对话，解决抗议活动所暴露的藏人关切的问题。但2008年后，北京的西藏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当局在关键地带的街道上部署军队，
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动用部队控制藏人的做法非常过激，并具有歧视性，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局开始对寺院进行清洗，并安排干部在寺内常住。这些干部按照要求为每一座寺院建立起了档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藏区的寺院还被要求悬挂中国国旗，并且摆放毛泽东画像等等。总之，就是采取一些中国政府对付不同意见的老套做法。1988年到1989年间，达赖喇嘛先后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他呼吁藏人和汉人展开对话，以寻找互利的解决方案。达赖喇嘛提议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但应该享有更多文化和宗教自由。其后不久，北京和达赖喇嘛特使开始了对话，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北京当局只愿意讨论达赖喇嘛一旦返回中国后的个人特权和地位，而不愿意讨论西藏问题。2010年，谈判终于破裂，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有关西藏享有真正宗教和文化自治的呼吁是变相鼓吹藏独。当对话陷入僵局，停滞不前之后，我想西藏人最终得出结论，达赖喇嘛回到他们中间是毫无希望了。我已经60多岁了，对我来说，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见他一面，比100匹马和1000头牛更有价值。我们只是牧民，从来没上过学。我们想说的话就是，希望达赖喇嘛快点回到西藏来。我的最大的愿望是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但是看起来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中国政府拒绝和达赖喇嘛探讨解决方案的做法，加重了多数藏人的沮丧和绝望感。到了2012年春季，更多的藏人自焚。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信众参与自焚。也就是说，自焚者当中的大多数不是僧人和尼姑，而且自焚事件也扩大到四川以外的藏区，青海，尤其是甘孜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都有发生。所以从人员构成上看，自焚已经从僧侣扩展到普通信众，而从地理范围来看，则从四川，尤其是阿坝自治州扩展到青藏高原更广的地区。但是普通中国民众对于2011年和2012年越来越多藏人自焚的情况基本上毫不知情。这个对于广大的这个汉人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基本上这个消息在境内汉人里面的传播管道基本上是被堵塞的。这个不能说简单的就是说汉人就不关注这些事情。你比如汉人在那个当年成都有个唐福珍因为拆迁的问题自焚，那个在网上一下形成铺天盖地的这种讨论，就是因为他给他这个空间，而至少他没有马上把它切断他。但是在藏人的自焚的事情上，就哪怕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不敢在新浪微博上没有不敢转这个中文的，用中文来写，他转了一个日文推就是说出现有这个自焚的这个消息，当天就被这个国保来核查有的人在推上说了几句话，马上半夜12点就来被敲门。所以就这样的情况就使得在汉人当中根本这个消息传播不出去，只有少量的能够有翻墙能力的，能够真正的关注这些这种事情的人能知道一些，而这些人里面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同行的。2011年3月3日，
在甘肃省玛曲县的一个菜市场，一名名叫慈仁吉的女中学生点火自焚死亡。她是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在藏族学校中把藏语列为第二语言的政策。有报道说，她曾经对朋友表示，如果我们不为西藏做些什么，生命就毫无意义。他曾经得过6次三好学生奖，主要是因为他功课好，表现好，积极上进。他特别喜欢学习西藏语言和文学，因为政府对学习藏语设立了新的限制，很多像他一样的学生都遭到了困难，有一些人被开除，还有一些人因为抗议而被拘押。校长和一些老师也因为抗议当局的政策而被解除了职务。这些事情让他感到非常的困扰。他在自焚之前说，眼下的状况让他生不如死。更多的抗议和自焚导致当局对藏人生活实施更严厉的限制，尤其是对藏人在自己土地上的旅行限制。那青藏线的时候进那个快那个就有检查站，检查站的时候，第一个检查站他就要开始检查我们的身份证啊等等，然后那个警察发现就说我的身份证写的我是藏族，他就要进藏许可证明，他就说你是藏族，你要有进藏许可证明。那我就觉得非常惊讶，我说我回拉萨，我家人在拉萨，我母亲他们在拉萨什么，他说不行，你得要进藏许可证明。而且我们有两个车嘛，两个车上一共8个人，八个人里面就我一个人是藏人，其他包括我先生他们都是汉人嘛。然后他们就说，那个警察就说他们可以进，你不能进。就这个就是我特别感觉到，就是作为一个藏人，你不能回自己的家乡，你不能回到藏地，你而且就这种非常的那个讽刺吧，这个。事实上，北京对西藏采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管理方式由来已久。内地社会可能它的自由化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以及它没有民族的这样的一种控制的需要，所以它的这个。全民控制、全面的这种压制是短时间的，但在藏地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直持续下去的。这种时候它的体现出来的那种文革的那种风范就特别的明显。对于中共来讲呢，就是多少年来在治理西藏方面一直没有找到就是真正的突破性的这种办法。到了2012年春季，自焚几乎遍及所有藏族地区，并最终出现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2012年5月27日，两名餐馆的员工，25岁的达吉和19岁的多杰才旦，在西藏圣地大昭寺前点火自焚。1987年，曾经有藏族僧侣在这里被殴打，达吉的一位朋友这样回忆他。我在2002年的时候第一次遇到达吉，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在噶尔登斯修行佛法，我们成了好朋友。2011年，当我在印度的时候，达吉在拉萨自焚。他是一个很踏实、很可靠的人，他是一个你可以靠得住、可以信赖的人。北京指责达赖喇嘛煽动自焚事件，或至少没有尽力阻止自焚发生。达赖喇嘛并没有公开发表讲话鼓励自焚，而是呼吁中国认真解决这一问题。Events are symptoms of some causes. These people, these Tibetans, of course, I feel very, very sad. 这些自焚事件是一些内在原因的表象。我感到很悲哀。这些人决定自焚，并不是因为喝醉了酒，或者是在家里遇到了什么问题。我觉得他们是因为他们这两三代人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我要对他们说点什么的话，就必须给他们想出一些办法。可是我又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对此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只能够为他们祷告。除此之外，我就无能为力了。中国政府本来是有办法的，但是他们却总是诿过于人。这种态度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们应该现在就展开调查，看一看自焚的事件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必须更严肃地对待这些自焚的事件。2011年11月3日，在四川省以藏族居民为主的道孚县，35岁的僧尼班旦屈措成为第二名自焚的女性。她在自焚的时候高呼口号，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在深陷火焰的时候岿然不动，以此表达自己的意志。在他自焚的2天前，班旦曲措对另外一名尼姑说，中国政府加紧了对我们的压制，越来越多的自焚事件让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他不知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西藏。班旦曲措还说，只有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这里才会有和平。班旦曲措在自焚的时候帽子里放着达赖喇嘛和戈玛巴活佛的照片。他在身上着火的时候仍然双手合十不停地祷告，这些我们现在在视频上都可以看得到。大多数自焚藏人都是普通的僧人、尼姑、农民、学生或者家长，但其中有2起自焚事件的影响格外深远。一次是在青海省达日县发生的，当地一位备受尊重的宗教导师索帕喇嘛在2012年1月8日自焚。40多岁的索帕喇嘛生前从事修建学校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工作，在自焚前他攀上当地一座山顶焚香并散发传单。他对人们说，他自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为了西藏和藏人的幸福。另外一起震惊藏区的自焚事件在2012年10月13日发生在甘肃省。这次事件也不符合中国政府关于自焚者年轻、有心理问题、误入歧途的宣传。但丁多吉是西藏地区一位备受尊敬的年轻转世喇嘛的祖父，他本人也在西藏享有崇高声誉，被视为西藏社会的精英。但丁多吉在抗议中死去，成千上万名藏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为他祷告并表达敬意。在西藏，人们对自焚表现出了团结一致的立场，这也显示出对自焚行动的支持。比如来自西藏铜仁县的自焚者索南达杰，他去世之后，不仅来自铜仁县的藏人，来自果洛、青海和阿坝县安多地区的藏人也来表示支持。他们还给索南达杰的家人捐献了大量的金钱。除此之外，尽管他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的火葬仪式是在一个传统上只为高僧大德进行火葬的地方举行的。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自焚不是一种只和个人、家庭或者某一地区有关的事件，而是一种和整个西藏相关联的事件。中国当局把自焚日益增多归咎于达赖集团和境外势力，其中也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和任何反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人。近一段时期，在中国的有关地区发生了一些藏族人员的自焚事件。从目前侦破的许多起自焚事件来看，其背后
很清楚是达赖集团在进行唆使、蛊惑和策划。有关法院今天宣判的这起案子，也充分地表明了这样一种唆使和策划的背景。有关人员为了配合达赖集团搞分裂祖国的图谋，不惜将无辜的人员推向自焚之路，走上不归之路，这严重的违反了中国的有关法律。洛桑森格博士在2011年被流亡藏人推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接替了达赖喇嘛下放的政治权力。他对这些指控做出了回应。由于严酷的现实，我们不鼓励在西藏境内举行任何抗议活动。只要你参加抗议，你就会被逮捕、被关进监狱，并往往会受到折磨虐待。我明知这样的后果，怎么还会鼓励任何形式的抗议呢？尽管如此，我们的立场是，西藏一旦出现抗议活动，我们就有责任与他们团结一致，支持抗议者表达的愿望。但是满足西藏人的诉求并且谋求地区稳定，可能并不符合西藏和拥有藏族自治州的那些省份的执政者的利益。他们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就对他们来讲，一方面这个事情出现了，他们把责任推干净，同时他们要利用这样的事件来为自己扩大权力，来找到理由和根据。就是既然你看国外境外势力如此的来进行操纵、策划破坏，那么更说明我们的维稳、我们的镇压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中央给我们进更多的来拨这个经费，来扩大我们的权力，提高我们的地位啊，这不就成了这个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僚集团的逻辑就在里面。到2012年秋，自焚事件急剧增加，仅11月份就有27起。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政府处理在西藏出现的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敦促北京解决西藏人民长期的积怨。这种不满导致抗议和自焚事件升级。他说，西藏社会稳定将永远无法通过严厉的安保措施和压制人权实践，必须解决深层问题。欧盟发表强烈的声明，支持联合国的立场。美国敦促中国通过与达赖喇嘛对话来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并调整其在西藏的政策。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see these kinds of tragic acts of self-immolation. 美国希望自焚这类悲剧事件不再发生。中国的一些政策引发紧张关系，威胁了西藏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的认同。我们继续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敦促中国各级政府调整在西藏和藏区的政策。面对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担忧，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外界干预。中国政府称，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了学校和医院，极大地改善了西藏高原上的基础设施。We have to recognize and even celebrate that the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ibetan areas have increased enormously in the last 20-30 years. That certainly happened, but it's failed politically. 我们必须要承认并赞扬藏区在过去20-30年来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进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政治上是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
中国人的做法好像是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一种现代化模式，那就是 GDP 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于是他们将这种做法强加给藏人。但是问题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好像在文化问题上历来一筹莫展，或者说无法处理好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这尤其体现在宗教上。他们似乎无法有效地理解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在更深程度上珍视文化的人，这可能是共产党一直引发冲突的深层问题。共产党一旦被视为进行文化侵略，他们的经济成就呢，就立刻变得一文不值。199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做出的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的决定与那些都有联系。他们在80年代没有这样做，文革后也开始一直没有这样做。中国人一旦行动了，他们便立刻失去了与西藏人民建立成熟开放关系的任何可能。他们的经济政策实质上已经毫无意义。所以藏人有时候会这样说，就是你们给我们做了99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是要杀了我们，难道我们会感谢你吗？那他说的这个要杀了我们，就是要扼杀他们的宗教。那到底是怎么来扼杀他的宗教呢？就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说你每天给我吃给我喝，但是你每天要骂我的父亲，甚至要让我自己来骂我的父亲，我能高兴吗？那对于藏人来讲，就是达赖喇嘛就对他们来讲是比父亲还要亲的，这样的亲近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讲，你想想，这不可能简单只用经济上的这种满足就让他们感到幸福。中国官方媒体把自焚者形容为易受影响又缺乏自信心的年轻人。媒体说他们有社会和家庭问题，很容易受到来自美国之音等新闻媒体播放的图像的影响。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我在那个美国之音看的是，在我想这样。美国之音，你说了什么？是当年我看到了自焚者的照片。还有他们被人们纪念的照片。在我看来，他们是英雄。我当时太年轻，太天真了。中央电视台还提出，有人选择自焚来结束自己生命的另一个原因，并把矛头指向那些被控鼓励自焚者的人，意在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我认为最近的一系列事件非常的令人震惊，也非常的令人警觉。我认为最近的报道显示出最近的一系列自焚事件。我想说的是，这些自焚的人，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是被别人操纵的。而且尽管这些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但是那些操纵他们的人，那些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人，他们却想活下去，他们活在很奢侈的生活方式里，他们却希望其他人去死。四川警方侦破的系列煽动。2012年8月，中国当局在全球发起媒体攻势，下令宣布自焚行动为非法，甚至惩罚为死者祈祷或超度的人。数百名藏人被捕或被判重刑，一些人被判死刑。这些严厉的惩治行动，以及中国政府对历史上被西藏人民奉为领袖的达赖喇嘛的持续攻击，进一步影响着藏人如何看待自身在中国的处境。有关人员对他们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案例的宣判，国际社会应该认清达赖集团在自焚事件后面所采取的这样一些阴险恶毒的手段，来谴责他们的罪行。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sman said in early December, he said very, very specifically that the Tibet issu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uman rights, culture, language, or religion.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月初很具体地说道，西藏问题与人权、文化、语言和宗教没有关系，而这恰恰是藏人认为的问题所在。我还想说，这也是政治上的症结所在。
一方面，既然中国现在认定了这个立场，认为西藏问题与人权、政治、语言、宗教和文化无关，那它就一定与别的什么因素有关。他们就会把这个别的因素指向境外，就是他们所谓的达赖集团。中国的党和政府把与达赖喇嘛有关的组织和个人都定性为达赖集团，不一定意味着这是达赖喇嘛本人，但是他们会把这个境外组织定为藏区所发生的所有坏事的罪魁祸首。为了证明这个说法，当局就必须指出嫌疑人，并将他们投进监狱。他们声称这些人勾结境外势力，密谋从事违法活动，这要经过一个指认的过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掌握了达赖集团罪责难逃的证据。只要中国当局不愿考虑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就不会认识到深层的因素是藏人如何看待自身的遗产、文化、语言和宗教。西藏流亡领导人在对待自焚者的愿望问题上表现得谨慎和有分寸。From the slogans that they have raised during the self-immolation, or the wills that they have left behind, or the words. 他们在自焚时举的标语或留下的遗言，或给亲朋好友留的信。从这些信息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要求和愿望，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人民获得自由。我认为这是境内藏人的愿望，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证实，也已经被境内外藏人所普遍接受。自焚者表达出的痛苦和挣扎，让很多藏人感到深深的挫折。一些藏人把自焚看作是结束中国人统治西藏的呼声。What the self-immolators in Tibet are demanding, I think, is absolutely clear. 西藏自焚者的诉求是绝对清楚的，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西藏独立，这是明确的。藏族尼姑桑杰卓玛甚至在自焚之前写在手上，还拍了照。他写的是：“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其他人也留下了这方面的遗言。但是我认为，他们很多人总体上所说的要求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诉求，也必须用这个角度来看待。必须要看到，这个要求不只是要让一个宗教领袖回到西藏，而是要让西藏的主权领袖、藏人的王回到他的独立祖国。这绝对是西藏人所要求的。他们从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途径做出了这个要求。这和南非人民要求释放曼德拉是一回事。非洲人民不只是要求释放曼德拉，而是要让南非获得自由。当西藏人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时候，他们的要求也是让西藏获得自由。那么现在这个自焚呢，也在被就是一些方面的解读，在解读为是对西藏独立的一种诉求。如果将来的自焚真正被定义为就是对西藏独立的一种 呼喊啊，一种诉求的话啊，给带上这样的一个符号的话，那么任何你要想从独立的这种位置上这种这个转向或者退回来，那都是对这些死者的一种背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未来的一个汉藏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岔路口啊。能不能把这个自焚的问题解决好啊，解决这个是对于这个未来的汉藏关系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根据目击者的表述，自焚者发出的最多的呐喊是在被熊熊火焰包围的时候喊出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我们要自由。有19名自焚者以诗歌、录音和书面形式留下了较为完整的遗言。但是只有青海成多县扎多镇21岁的阿旺诺培在和友人丹增克珠自焚后留下一段视频。我让当下路当让
如果我们没有了自由、文化传统和语言，这将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绝对要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自由、语言、宗教传统是必须的。我的朋友，要是失去了语言，我们藏族还算什么？我们该叫自己中国人还是西藏人？谢谢你，我是好不了了。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被人看得起。我的朋友，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